电动扳手基本操作，这是扳手主机、电池、充电器，还有四支P头。充电器的话，这边有一个充电口，充电器的头往这边充电头一插，然后这边充电器这边红灯就是充电中，绿灯就是充电完成。啊，这边是插110的插座。那我们啊，电池的插法是这样，先把它卡到底，那松脱的时候就这边按下来，按下去，然后往外退，好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正转跟反转的一个切换开关，好，十字 P 头从这边把它插进去，好，正转的话有两段的那个强度可以调，这边强弱，反转的话就反转至停，还有按一下红色这个，就反转一直转，好，我们拆螺丝看看。好，大家就这样。